好大个网 admin.com 一向致力多元化服务，务求令观众更方便快捷收睇重温我哋嘅节目。隆重推出 Big Big Air 好大个网手机程式，输入好大个网或者 Big Big Air 免费下载啦，体验一下快捷流畅、简单易用嘅全新感受啦。好大个网 Big Big Air 手机程式操作界面简洁，功能又多又强劲，无论收睇直播、搜寻或者重温节目、购买金币、查阅账户记录都简单直接方便。已经拥有好大个网账户的观众，一如以往可选择 Facebook 账户或者以有效电邮地址登入，有效是只能够正常收发信件的电邮地址。没有 Facebook 账户又未曾登入过好大个网的观众，可使用电邮地址建立账户，但要注意账户开立之后将以电邮地址作为账户的名称，查询账户的金币购买以及使用记录，先按选单目录，然后选择账户，再按购买记录、购买金币的交易记录、金币余数以及使用记录等资讯都一目了然。要购买金币先按选单目录，然后选择账户，再按购买就可以增加金币数量。我们悉心为观众设计的版面能够令你即时投入好大个网的世界。我们每段重温节目均设有三分钟试睇版，睇啱即可使用金币购买下载，永久珍藏，随时重温。下载每段节目会扣除45个金币，需要你确定才会扣除的，那就不怕买错了。扣除金币之后，节目画面右下角会出现下载字样，一按即时下载。全新的好大个网 Big Big Air 手机程式为你带来前所未有的乐趣，以后就可以真正随身带住好大个网去到边睇到边，即刻下载安装，亲身体验下啦！主题公园要讲啦，系嘛？系啊，冇错。咁啊，睇我年少嘅时候咧，就同好多年轻人一样啦，都系一间主题公园咧，咁啊，做过一啲扮鬼嘅。是鬼的演员啦，系啦。咁嗰间公园咧，就应该系香港第一间就搞呢啲万圣节、鬼节嘅公园嚟噶，系啦。咁大家应该知边间噶啦，系啊，系啦。咁咧，但系呢个故事咧就系、是、发生咗喺我冇做嘅之后几年啦。其实系我上年听翻个朋友讲，因为我有啲朋友而家其实佢每年咧啲公园搞啲鬼屋咧，其实会有一个叫管主嘅嘢。咁嗰个管主系做乜嘢嘅咧？咁佢就系负责管理间屋啦。如果啲客人同啲演员有纷争，佢要理啦，即系灯胆坏要换啦。咁总之佢就屋主，嗰间屋发生嘅事佢要理。O K， 系啦，即系有咁嘅 post 嘅，原来系咁。有咁嘅 post， 每间屋都有一个嘅。嗯，系啦。好啊。咁嗰件事就发生喺。上年嘅係啦，咁佢就喺佢 Facebook 打出嚟都好大迴響，係啊，超級大，因為佢真係屬於係有 cam 影到，影到啲靈體嘅。好，嚟啦，點樣咧？係啦，咁、那個事源就係咧，佢嗰度講翻就係有一日佢如常就喺度喺個期間就營運緊間屋啦，咁、就有一對情侶就走過嚟投訴話：，喂，你個演員打我女朋友啊！你睇下佢隻眼咁樣。咁啊！我朋友一望嗰個女仔隻眼咧，佢揞咗隻右眼啦。佢一放手嘅時候咧，係有一條由呢度啦，大概到呢度嘅紅色嘅爪痕，係啦。冇流血嘅，冇流，但係係一條好好深紅嘅爪，即係好似你好大力搣啲肉咁咧。紅色嘅爪痕。咁我嗰陣時，我朋友就心諗：哇！喺你同個演員係咪 有仇啊？係好大仇口啊！係咪你數人祖宗十八代啊？點解會搲到你咁樣？即係咪打過交嚟咧？咁樣，但又唔似啊，冇爛身爛世。但係當時嗰啲遊戲仲係可以身體接觸㗎，係嘛？唔可以，一直都唔可以。一直都唔可以嘅喎。係啊，其實係啦。咁所以如果真係證實有演員係要。真係攻擊啲遊客或者遊客攻擊演員咧，其實會報警嘅。咁、所以佢哋有責任一定要睇翻 CCTV 嘅。OK， 係啊。咁其實嗰啲屋裏邊咧，就每個位都裝 CCTV 噶啦，啲房裏邊都影得好清楚嘅。咁、大家可以幻想啦，一個正方形嘅畫面，咁啊有九格咁樣當係，咁就由一二三四五六咁樣順序去，就係嗰條你行鬼屋嘅嗰個旅程嚟噶啦。嗰條係啦，你行過佢一定係道路啦，係道路啊，係入口到出口咁樣啦。咁啊，佢校翻個時間，咁啊，終於揾到個女仔，見到佢同男朋友喺度排隊啦，咁就跟啦，見佢由第一間房去第二間房冇事，第三間房都冇事，去到第四間房咧，亦都係真係嗰對情侶形容話出事嗰間房嘅時候咧，
咁啊，開頭我朋友已經係好懷疑㗎啦，因為嗰間房個地形係點嘅咧？因為你知佢而家因為要好多唔同嘅驚嚇方式㗎嘛，有啲喺地面嚇你，有啲喺喺個蹦牆彈出嚟嚇你，係啦，有啲佢喺高空，高空有啲係高空，而嗰間房係屬於樓底比較高嘅地方嚟嘅。嗰位演員出嚟嘅位置咧，就喺兩米以上嘅一個窗口，係正方形嘅窗口彈出嚟，哇咁樣嘅啫。OK。开头嗰对情侣同我朋友，即系同我朋友投诉嘅时候，佢都已经觉得奇怪噶啦。咦，即系嗰个演员冇可能打到你嗰个位，佢倒吊落嚟都掂你唔到喎。除非即系除非脚尖勾住个枪咁样打你一下。嗱，如果唔系嘅，佢就会喺后边道门冲出嚟打你噶。有冇第二个先？得一个嘅啫，嗰度肯定得一个啫。肯定，因为每个 spot 一定会知道有几多个噶。系啦，佢一定清楚系得一个人嘅啫。OK， 系啦，好啊。咁佢就话。哇！冇理由咁特登咁走過嚟打你噶，佢都有諗過係咪第間房啲人咧，所以佢就去睇。好啦，嗰對情侶終於行到去，佢話嗰位演員喺度個位置啦。其實嗰位演員已經係出咗嚟嚇緊前面嗰啲人噶啦，冇理佢哋噶，係啦。咁但係當佢兩個行到去個演員下邊嘅時候咧，係佢哋見到一啲解釋唔到嘅嘢，就係有一隻手。在一埲牆上伸出來，他們知道那裡是一埲牆，木板牆，沒有任何洞，沒有任何罅，有一隻手伸出來，很快，他看不到男還是女，是高的，不是，人eye level，eye level，eye level，真的很快地發了一下，那個女生就按著，這樣，OK，很快，真的有隻手，有隻手，哇，而那個位置是沒有任何出入口，沒有任何東西的，那我那兩個朋友，即是我朋友的屋主，和他夫婦一起看的，兩個人當時就已經是呆咗，解釋唔到發生咩事。即係首先佢撈唔到話嚇，唔係啊話撞嘢，仲要見到，仲要拍到，仲要拍到。而佢亦都係冇可能同嗰個人講嘅，因為你叫佢嚟睇，咁佢鬧上報館又斬好大鑊嘅。咁啊係，同埋上頭都唔即係接受唔到噶嘛呢樣嘢係。唔係，如果我係主管，我就唯有係認咗，可能唔好意思，我哋嘅工作人員可能真係一時咧就太投入啦咁樣。嗱，如果認咗咧，都有一個問題，佢解決唔到，因為如果嗰個人報警，你真係要交個人出嚟。而嗰人冇做過，咁嗰個人一定會話：喂，睇 CCTV 啊！因為解決唔到，咁啊係，係啦。我朋友就帶住呢個解決唔到嘅難題，就行翻去個嗰對情侶面前，佢同佢副屋主，咁就同佢嗰對情侶講就話：其實頭先我係睇過咧，就都得啦。個男朋友講得啦，我因為我帶我女朋友去睇醫生先啦，我明噶啦，唔該。係。佢明嘅意思係佢明咩咧？個男朋友當其時應該都係 sense 到冇可能嘅，因為佢可能係望到個演員出緊嚟，而嗰個位冇人嘅，佢應該見唔到嗰隻手，但係佢從我兩位朋友嘅反應裏邊，佢知道發生咩事，亦都知道唔關啲演員事。咁我女一個女仲一路走嘅時候仲嚇嚇唔理啦，佢得啦，我哋去睇醫生先。係，咁就離開咗。好彩個男仔佢 sense 到發生咩事啫，因為都知冇可能嘅個窗喺嗰度，你話有人打你無端端，同埋嗰間房唔係好黑嘅，有光嘅。你知道可能好黑就話唔肯定嘅，嗰間房係屬於有啲熒光啊，都幾清楚睇到啲嘢嘅間房嚟。咦啊！頭先亦都有人問啊，就話喂，其實咁黑嘅地方咧，係咪影得咁清楚咧？我想知，當然有機會可能夜視啦，係咪夜視嘅？絕對係夜視，絕對夜視，咁咪一清二楚啦。一清二楚，因為有你知啲鬼屋咧，佢其實好黑噶嘛，咁所以有時譬如你如果真係咁黑，你唔用夜視嘅時候，你做咩冇人知噶嘛，要負責嘅，所以。哦，咁即系呢单嘢系叫做 CCTV 影到嘅手咁恐怖啊！影到系啊，头先我都见到有啲网友话：喂，可唔哇影到可唔可以 post 出嚟啊？系梗系唔得啦，人哋呢啲 contract 逐年制，你爆咗出嚟嘅时候，同埋有保密协议嘅，你点可以爆人啲嘢出嚟啫？同埋、哦、有保密协议，保密啲咩先？其实系。其實你影到呢啲嘢，理論上都係唔可以講出嚟嘅。咁你講咗出嚟，你咪嚇，即係佢唔係永遠簽死你噶嘛？佢一年一年做噶嘛，咁咪冇呢單生意咯。哦，即係唔會再請你啦，下一年咁樣係咪意思係咁樣？咁你爆人啲嘢點請你啊？手停口停。OK， 咁好在你而家冇做啦，所以唔怕爆啦。我唔係，我大家都估唔到邊間噶啦，係嘛？估唔到咁多間，全世界各地咁多鬼屋，係咪先？唔知噶啦。而其實，佢哋嗰啲雖然咁實體，可能就未必真係個個都知道發生過咩事，但其實好多事都聽過噶啦。因為咧，佢哋嗰個地方又成日揀喺一啲咧比較
冇乜人道嘅地方。咁你知道其實分兩邊噶嘛？去過嘅朋友都知道，其實係由 point A 去到 point B 啦。咁一段路係要搭嗰啲纜車咁過噶嘛。其實 point B 嗰邊山下邊咧，以前就係一個專門營造一啲中國古時氣氛嘅地方啦。咁啊咩咩村咁樣，咩古村咁樣啦。其實有一段時間咧係嗰度係封咗冇人用噶，係冇人用嘅。咁啊，嗰條咩古村就冇咗噶啦，咁淨係 Halloween 先會開放去整鬼屋嘅啫。而嗰度當其時咧係有一啲仿戲棚嘅一啲嘢啦，咁樣嘅存在啦。所以其實你話易唔易招陰咧？如果你信有嘅，咁啊絕對啦。而嗰啲主題全部我做嗰年已經係講地府啦。哦，佢哋搞得好堅嘅添，其實、啊、都真係幾似啊！你靈堂啊、紙扎公仔喵有嘅喎，其實好犀利。我又係嗰個朋友，佢本身因為佢自己睇到嘅，係佢又話有時又會有啲人話：喂，做乜嗰個客人會踎喺個牆邊度做乜嘢？孫哥，一孫哥佢喺度聞啲香咁，你大家即係孫翻歐，真係喺度聞香啊！係啊，試過，同埋佢嗱。CCTV 影到嘅咧就有試過啦，佢又記得有試過有啲模型嘅，試過同個屋主一齊行過一個位嘅時候，佢形容好得意嘅，我就咁講出嚟，可能啲人大家都唔明。佢行到個位嘅時候停咗，佢問佢身邊個朋友：你覺唔覺得行唔到去前邊啊？跟住個朋友話：係，我覺得行唔到，好似有棟牆咁樣。佢話嗰個位，佢話掉頭咯，好，咁就走噶啦。咁犀利。系啊，即好似会去另一个空间咁样噶啦，再行定系点样啊 ？feel 到唔系空间嚟嘅 ，feel 到有种压力，即系好明显。我唔俾佢行，因为就咁样。我谂系个感觉，人系有感觉呢样存在噶嘛，睇唔到，可能系见即系 feel 到有种恶意或者有种能量喺前边啊，即系可能会毛管动，都觉得唔好行过去啦咁样。喂，不过咧嗱，其实咧，我本来即系约阿斌上嚟倾偈，我都唔知道你做过呢一个主题公园嘅演员啦。咁我其实之前咧喺另一个场合里边都识。其他朋友都是做呢個主題公園的演員，他都不約而同都講過類似的俾我知。咁我話喂，得啦，揾日上嚟傾啊！但係到而家都未揾到咁解，到而家都未上到嚟。結果你今日就講咗啦。其實因為佢都要做啊嘛，今年我唔知係咪點上嚟啊？係喎，哇！呢件事就原來舊年發生嘅啫，咁樣。舊年，因為佢喺 Facebook 打完之後都話水蛇春咁長嘅留言，我堅定留啊，拎上嚟睇下。因為佢話黐線啊，手停口停邊有相啊咁樣。喂，我覺得咧，如果即係我係呢個主題公園嘅即係主管咧，我更加唔使驚添啊。其實係因為大家，喂，我就係想驚。我就係想 feel 到先入去玩嘅啫嘛，係咪先？反而有時可能大家行入去見話，喂，點解嗰個演員唔嚇人嘅？係咯，鬼鬼祟祟行過，咁講係堅噶，大佬。咁所以嗱，大家唔使驚啊！即係如果你想個 4D 嘅效果嘅説話咧，不妨真係要今年買飛去咯。5D 都嚟，梗係快啲買飛！哇，真係兜都兜唔貼啊！係啊，好犀利啊！嗰啲正喎嚇，即係有埋真實嘅感覺啊！不過其實咧，講真，呢啲地方你話玩鬼。咁佢都想玩下人噶，係嘛？你哋咁開心啊嘛，我都一齊玩埋咯，有咩問題啫？係咪？哦，佢哋話佢哋係，我諗佢哋係悶嘅生活。有冇拜神噶？你要唔要拜神噶？你做演員嘅有冇拜神噶？扮鬼，扮鬼冇，你拍戲就有。咁拍梗係要啦，但係你哋唔會噶嘛？冇，佢冇呢啲嘅，因為佢你知鬼佬形象咧，春你嗰個鬼佬佢拜神 ，what is 拜神？佢識講中文人哋嗰個。嗰、那個係咯，嗰、那個走咗，嗰、那個唔落嚟㗎，平時係另外一個落嚟嘅啫。O K O K， 嚇冇㗎啦，睇完㗎啦，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每晚恐怖在線嘅重温咧，喺 YouTube 睇到嘅只係幾分鐘嘅片段嚟嘅啫。如果你想睇多啲嘅説話，有一小時嘅免費咧，冇錯，而家可以逢星期一至五晚11:30咁去到 Facebook 嘅專業 Hot Base 呢度，只要 like 咗我哋咧，亦都可以喺裏邊咧睇到一小時咧免費嘅節目嘅。咁如果想睇曬全部個半小時咧，好簡單，只要你參加月費計劃就可以噶啦。聲音$25，睇埋視像就$35嘅。啊，仲有喎，如果你而家想用埋手機嘅 app， 無論 iOS 或者 Android 嘅手機，只要下載 Big Big Air 呢個 app 嘅説話咧，咁啊更加可以用手機 app 去睇曬我哋個半小時嘅恐怖在線噶。唔使諗啊，即刻下載，即刻付款啦！